我是公安列车长的2014年8月20号，台北捷运，台北捷运板南线，永春站17:35出发的是开往亚东医院的 C32型158U7编组的高压线，刚刚我想要去个228好了，228看一下。我下面干嘛？咱们都给我们早去玩的，反正今天还蛮早下班的。好，17:35下个晚大家拜拜。